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74页，第574页啊，第六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啊，这解释道。第一个道是能通之意，这个大家容易懂。说二者涅槃之体，这就不好懂了啊。涅槃之体，大乘法里称之为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谓之道啊。这是大乘经教里面常常用的，那是这么一个意思。涅槃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有翻作灭，像四谛法里头苦集灭道，那个灭就是涅槃啊。苦集灭道里头的涅槃是小乘，大乘里面的涅槃也称道。像涅槃无明论啊，这里面所说的夫涅槃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行明的，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这个意思就深了啊。踏实他的体清净极灭，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常讲的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所谓的波动啊，通通没有。它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的本体，
也就是说，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他现出来的，没有他不能现前。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啊，打开屏幕是一片亮光，什么也没有。打开频道呢，那它能现一切相。从哪里现呢？从屏幕现的。离开屏幕它不能现象。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大乘讲的经的范围讲的更大，讲法界虚空界，啊，设法一切诸佛刹土，啊，通通都是从这里现的，这个体跟相，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你要说一二都错了，都不是事实真相。体能现，能生，不能说它无。所生的一切相全是幻象。那换一句话是，通通不可得，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就是念头的现象也不可得，自然现象也不可得。啊，所以只能体会，不能言传了。啊，你说他本来没有名字，说个涅槃，那是假名。啊，纵然这个地方讲的细一点，寂寥虚旷，也是四个形容词。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他没有名字，加什么名字都是假的。啊，所以真的是不可以名名之，也无法想象。啊，古大德所谓其心变错，动念即拐，不其心不动念，你就见到了，你完全体会到起心动念错了。怎么教别人？我们今天比古人幸运，古时候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天天对着一屏幕啊，对着电视屏幕，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真看懂了，哎，有一点像哎。啊，从这个地方可以能体会到一些概念，涅槃的概念，就是自信的概念。所谓的涅槃就是自性，中国人讲本性，本性本善，那也是无疑用名词术语来现实，也没有办法用心念去感受，没有，通通没有。啊，所以他确实是自在无碍，他
他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执着是障碍，起心动念是微细的障碍，是根本的障碍，分别执着是严重重大的障碍。这叫做道。下面念老告诉有上可知啊，《涅槃无明论》你说得好啊，道者通知涅槃之路啊。那么这个道就是成就涅槃之道，这道是个道理，也是方法啊。又即是涅槃也，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涅槃，涅槃就是道，道就是涅槃。那再换一下，涅槃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涅槃啊，决定没有丝毫虚妄。综上经论，著于无上真正之道。真正真舍无差了，住在这上好啊，住在这个上面生智慧呀、啊！啊，无论什么问题现前，自自然然智慧就应付。啊，现在这个事情问题多，啊，40年前，我出家还不是太久，啊，但是也有12年了，啊，40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下安去基隆大觉寺主办的啊，老和尚要我去讲楞严经，我在山上住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啊，得了一场病，在山上听到老和尚，老和尚很了不起，这个寺庙完全是退伍军人学佛的，退伍下来之后都到那里出家，退伍军人素质不起，没有一天不吵架了啊，这些人天天在老和尚告状啊，老和尚怎么应付？老夫人是都对，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维系那个道场真不容易啊！啊，今天道场无论是大道场是小道场，他算是个大道场，住了100多人，小道场2个人，
不和，两个人也有争执，也不能和睦相处。啊，人多就更不必说了。啊，家和万事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僧团不小啊，一千多人呢？啊，也有闹事的，六群比丘、提婆大多带头的。那佛用什么方法对待他们呢？叫默宾。默宾就是一切随他去，不要理他。他干好事也好，干坏事也好，都不要说，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个僧团就能维持，就不会被破坏。啊，我想释迦牟尼佛早就看到今天的社会，示现那个方法给我们看，啊，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都点头，没有摇头。必须要他自己慢慢把心定下来，把妄念放下来，他就明白了。啊，佛为什么不说法？说他没用，他不听，他听不进去。只有用这些方法，看样子好像是妥协，实际上是很深的教育。啊，人会不会回头？会，只要我们有耐心，等他回头。啊，在这么多年教学经验当中，啊，汤池的这个实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握了，没有信心了，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前面100年疏忽滑坡，十年来算，一个十年不如上一个十年。啊，到民国时代，满清王国民国时代，大陆上军阀割据，各霸一方，谁也不听谁的。啊，接着对日本的抗战，啊，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原先认为3个月可以把中国灭亡，啊，中国就投降了。啊，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惊醒了。啊，中国人真正团结起来了，真正的对付日本。啊，一直都是在动乱当中，传统文化教学丢了这么久，我们现在做实验想把它找回来，啊，至少也得个2-3年了，还要靠祖宗三宝加持，
能看到效果，啊，没有想到三个月效果出现。我们的同学叫老师，没有一个不惊讶，惊讶，怎么可能？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回去看这些老师，我给大家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低姿态，绝不能骄慢。这个成功不是我们有智慧有德行，不是的，我们样样都缺，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出现？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要感谢我们地方领导，要感谢人民听话合作啊！我们的要求，人民都跟我们合作啊！教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啊，三规五戒十善业道，他都奉行啊，很难得这么一个效果出来了。一连续我都觉得路是祖宗铺的，三宝加持的啊，让我们在06年当年十月份顺利在联合国把这桩事情在大会里的宣布啊，还做了三天展览，说明那个时候我们办这个活动目的就是两句话啊，告诉在联合国里头告诉各国大使，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信心啊，我们丢了这么多年，现在把它恢复的时候三个月就见效，效果就出来了啊，说明这个东西管用，非常管用。啊，我们做了三天展览，做成功了，我们自己才有信心的。在这个之前，别人问我们，我们也没有信心。啊，回答都是模棱两可。啊，这个实验成功之后，我们对人讲话就斩钉截铁，非常肯定，再没有模棱两可了。啊，那么今天这个社会，祖宗看到了，佛菩萨看到了，比过去十年前，正好十年了，06年，今年15年，比十年前难多了啊！十年前那个语言好啊，能做得成功啊。今天去做未必能做成功我们很幸运生在这个年头遇到佛法
遇到净土啊，知道佛门里面这个法门是无上大法，确实是难信易修啊。如何培养我们的信心？我这一生的经验是经教，这个法门早年参云法师，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他就介绍这个法门给我。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半年，真正是茅棚，啊，墙是竹篱笆编的，糊上一道水泥，就那么简单，上面盖的茅草，啊，就是一排，一共五间，当中是佛堂。那个时候住在山上，五个人，啊，我跟朱金洲两个是在家的，还有三个法师，参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啊，我没接受啊！我原先对建宗排斥，参云法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文钞之后明白了。啊，不排斥了，也不回谤了，啊，也很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但是自己没有发心学学修学者，从普里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他那边一个星期讲经大概两三次，他自己亲讲一次，在一堂课里教国文，用的课本是《古文观止》，啊，在台中住了十年，李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劝我修学的法门，不止一次，至少有五六次，我都没有能接受，难信之法。啊，什么时候才相信？随着就是没有离开经本考啊，我在台中学了几部大经呢，啊，《楞严经》三年，《法华经》是我自修的，《华严经》是我们几个同学，周嘉玲、徐学明，我们几个同学，我记得八个人联名起请老师讲这部大经，啊，老师接受了，啊，这些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啊。以后我在台北讲华严经，讲到五十三参，看到文殊普贤，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感到非常惊讶。啊，文殊普贤是我们年轻时代最仰慕的两位菩萨，他们两位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真没想到。啊，回过头来再仔细看看善财童子，你看以前讲过这一遍呢，哦，胡伦吞早讲的，没看出来呀。现在会掉过头来一看，哎呦，善财童子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是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专修念佛法门。第一个重要，第一个什么？先入为主，就是说善财童子主修的是什么课程？念佛求生净土是他主修的。那再看五十三参，最后是普贤菩萨设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一个头一个尾，恍然大悟啊。啊，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是代表八万四千法门。善财童子大彻大悟之后，门门都修啊。但是门门他只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放下了。他主修的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我们才在华严经末后这一篇里看出门道啊。啊，最后这一章那么这一章我记得我也讲过好几遍，用的是清凉大师的素抄。啊，真的难心易心。啊，可是我一些接受了，我真干了。我不是迷信接受的，不是人家劝我接受我就是。我是搞了不少年的，啊，搞了好多年的时候，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啊，对禅云法师、对李老师感恩的，啊，众生根性不相同。我要不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你叫我相信我不会接受。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真舍无差了。啊，无上的意思是慈道穷心尽力，这四个字一点都没说错。心是真心，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穷性，穷是研究，研究到底了，那谚语所谓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是穷的意思，啊，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啊，尽力宇宙万物事出世间一切的原理，通通明白了。啊，
穷性是真性，像我们现在讲屏幕搞清楚了，净离呢就是画面屏幕上显的这些色相，这怎么回事情通通搞清楚了，这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全知全能。这个全知全能是一般宗教赞美上帝的话，啊，佛法用在明心见性上来说，说得好啊，穷离见性就是圆满的明心见性。什么果位呢？妙觉如来，没有在他上面了，他真的是无上。啊，更无有能过之者，没有能超过他的了。他到了顶端，大师教令众生，登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苦。这是涅槃无明论上所说的华严经大疏第十八卷所说的，啊，是教我们登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苦。这就是明心见性，达到究竟圆满。啊，明心见性，初住菩萨就开悟了，就见性了。啊，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就是圆教初住。啊，达到究竟圆满。那还要通过四十二个阶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个，上面还有个等觉，再上面妙觉，啊，这一些离四。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就能接受了，欢喜接受啊，啊，那今天我们没有能力安住涅槃道苦，这一句话安住涅槃道苦是八地以上的境界，啊，我们今天是明了涅槃彼岸，啊，还没登上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抓住名号，幸愿持名，那你就是登涅槃彼岸。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那就真正安住涅槃道苦了。这是难行之法，只要相信你就有份了。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正路，这是我们一生决定不能放弃的。跟一般人相处，我们的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啊，相信的人
我们劝他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不相信的人现在不相信，也许过个两年相信，过个三年五年相信的有啊，他看到我们死心塌地一点都不动摇啊，慢慢他会体会，这就是以身身心研究啊，才能劝人相信。那个时候他真相信，他真感恩你，你真的是救了他，把他从六道轮回救出来。底下下面有如是殊胜的妙德，而感如下增上甚苦，没有德不能看苦，一定要有德啊！底下这个课题，愁因感苦啊，第一个福智，福是什么？念佛啊，智是什么？认识念佛法门，知道真正知道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第一门啊，这一门不能接受不相信，再给你讲无量法门，让你慢慢去挑选众善根啊，这一生脱离不了轮回。我们看经文，犹称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那念老的注解，如是诸善根，指上文积功累德种种善根，是为能感。感必有因，果必酬因，有因就有果，有感就有因。菩萨所行，念念为苦难众生，没有为自己。为自己也有感应啊，感应不殊胜。不为自己，为众生那个感应非常殊胜，是你自己想不到的。啊，可是因地上的佛智是不能少的。啊，积功累德这一句不能忘掉。虽然积功累德，最好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做一切善事，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不放在心上，做等于没做，这个果就殊胜啊，这就是智慧啊。做了多少好事还要把它记下来，哪一年哪月哪日我做的是什么好事，像了凡先生的功过歌，天天记，好不好？很好。我们不能做，为什么？那是人天福报啊，
感的是这个。如果不放在心上，这就叫无助身心，身心无助，那就变成功德，不是福德。功德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咱们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念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没错。那是故法藏菩萨感得甚苦，生生世世所生之处，均得如下文所得之妙苦。啊，底下讲的多了，这个地方笼统讲一句无量宝藏。啊，就是他所得的妙苦。啊，首云开头就说无量宝藏，自然发言。这一句让我们都想到现在量子学家所发现的境随心转呢、啊，这就是无量啊。啊，宝藏是什么？资助我们的心，啊，建筑里的书，累积珍宝之库藏也，啊，这个宝藏就是珍宝的仓库。如果着相，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善根福德的种子；不着相呢，那就是心得，回归心得。就是前面所讲的涅槃道啊，安住涅槃道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干一切善事都是这样的心态，没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宝藏储存在哪里？储存在极乐世界，储存在阿弥陀佛功德之藏。啊，简直是累积珍宝之苦藏啊！妙法能济众生之苦厄，故以为喻言，在比喻。这个意思很深呐、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众生有需要的时候，随时现前，智慧现前，德能现前，资具现前。啊，需要用财力帮助众生的，哎，自然就有人送钱来。啊，需要粮食救济苦难的，哎，就有人送粮食来。
不必自己操心啊。一切境界真的是随心所欲啊。啊，境随心转。现在科学家提倡着，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他是疑心恐悟，提出这四个字。啊，知道什么？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念头产生。念头善，物质就善；念头不善，物质就有毒，就不善。啊，所以人得重病，啊，癌症，甚至比这些更严重的。那他心地一端正了，念佛了，病不想了，那病几天就好了。不用治，他病就好了。那什么念头转了，念头把由这个身体是物质现象，把整个身体这个物质现象重新改造了，那些病毒通通都没有了，不见了。科学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啊，确实是如此，还有些人不放心，啊，还要找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补助也好，啊，不要去拦阻别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通通不放在心上，这就好啊！啊，我们的心行跟大乘教相应。下面法印，相感而自然开法印。这法印呢，慧疏说的，菩萨于多劫即布施持戒功，故自感宝藏涌出因其得。那菩萨到十方就供佛，伸出手掌，手上自然就有供养物出现了，啊，没有起心动念。那这个次这个供养物一定是诸佛很欢喜的，菩萨能做到啊！啊，大概阿罗汉也可以做到。啊，那不是变化，那是感应。啊，我需要礼物供佛。啊，礼物自然出现。这是因其德。啊，需要就帮助苦难众生。帮助苦难众生需要用的财物也自然从手掌心就出来了。一定要相信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对一切法从心想生有怀疑的话，就现不出来，它有障碍啊，决定不能不相信，不能有怀疑，啊，不能有杂念。下面我们看甘苦，请看经文。你看，何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你看甘苦啊，所以
欲界天、色界天、啊、这些天王多半都是菩萨化身，菩萨在那里面积功累德了，啊，他教化众生了。先长者身，这就是大富长者，啊，居士身，在家学佛的，豪心尊贵也，啊，何为刹利国王？国王身，或者是转轮圣地转轮王，或者是欲界天主，啊，梵王是四禅、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梵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长者，那印度故事对年长并居德才者之通称啊，年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啊，许多人呢尊敬他，就称之为长者。啊，居士呢，在家学佛的通称。长者未必学佛，居士一定是学佛的在家人。《法华玄奘》第十卷书。守道自天，寡欲运德，名为居士，在家真修啊，而且真有相应。啊，那就是什么？寡欲蕴德，蕴是蕴藏，这是真居士啊！啊，在家学佛真成就啊！我们这个经本开端。有贤护等十六正士，通通是在家的，等觉菩萨，啊，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地位是平等的，在家的，又会书曰：姓贵位高，这是我们讲贵族。啊，在社会地位很高，大富年起，起是七十岁吧，还是八十岁，七八十岁，称之为长者呀，多积财宝。身归佛尘，居家丰严，名居士。那在家居士，古印度要有财物，啊，也就是富贵人家。啊，皈依三宝，成为居士。豪心指名门望族，大心贵家。
啊，卦符里面念老舍的，如乡里之贵者，称乡侯。啊，尊贵呢，指高官显利，啊，地位很高，声望也高，差离。这是印度四姓之第二。印度自古以来就有很严格的阶级啊，四姓啊，第一个是婆罗门啊，婆罗门地位最高，第二是刹帝利啊，刹帝利是皇族，也就是说国家统治的阶级叫刹帝利。据西域记，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做的，意思是王种，就是贵族啊，即今所谓王家贵族啊，中国历代帝王之家啊，现在在西方像英国还是有帝王啊，马来西亚有国王，那都是有贵族啊，他们的国王称苏丹制度论三十二卷有对于刹帝的解释，说刹帝者王皆大臣也，啊，大臣，像现在政府的组织，部长以上，这大臣，啊，王级大臣，二义少尉，这两种说法。西域记跟制度论里头说法不一样，和古印度大臣都是贵族语啊，这很有可能我们看到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啊，中国政治制度他们大家都赞叹，而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的贵族地位高的多半都是贵族出身啊，这些大臣呢都属于贵族，中国不是的，中国从汉武帝开始就用考试的制度啊，平民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之后一样重用啊，在先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到皇上亲自来主考，靠进士啊，所以你是个平民百姓，考取之后确实可以任命为你大臣，这个制度好，不是完全贵族包了啊，所以读书人有前途啊，读书人做到宰相的很多啊，古时候尚书就是现在的部长
那就是大乘。啊，这些人啊，首相很多都是读很贫穷人家读书人考取的，一路提拔上去。啊，这个制度好。啊，不像外国，外国是被整个贵族啊，把这些王公大臣的位置他们包了。啊，下面说转轮圣地。啊，国王是一国之主，转轮圣地合称转轮王。轮王身居32相，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那么这就是这个轮宝不是他自己造的，轮由金银铜铁四种啊，依其次第同龄4、3、2、1之大洲啊，由同龄一周的，那就是铁轮王；同龄2个周的，这就是铜轮王；同龄3个周的，是银轮王；同龄4个周的，啊，4大部洲的，这叫金轮王啊，如金轮王临4周啊，于依次列见刚才我所说的啊，转轮王者4周之主啊，4大部洲啊，由轮旋转微服一切啊，这个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有一点相似啊，当然这不是感应的，这是技术提升制造的啊，但是动就离不了轮，轮的作用啊太大了啊，今天科学技术都从轮开始的，都在转动啊。有一个轮带动一个轮，那带动许多轮啊。啊，这是机械的原理啊，今天科学技术里面最尖端的飞行啊，飞机的制造。啊，还是需要制造的。轮王的四宝，他不是自己制造的，他是福德所感应。啊，那么这个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统治的啊，属于武力这一部分啊，像现在我们的飞机有民航啊，有军用，转轮圣王也不例外。六欲天王呢，是欲界6层天。啊，这个我们都常常讲到。啊，我们上去是4王天，
四王天再上去忉利天，忉利天再上去夜摩天，啊，第四层斗率天，第五层化落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一层比一层殊胜。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靠修福升天，最高啊，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那王母娘娘都属于这一层天的。那夜摩以上是要修禅定，禅定功夫不到家。那身在欲界，禅定修成了，啊，初禅修成了，他就升到初禅天去了，属于梵王。啊，二禅修成了，他就升二禅天。啊，有禅定的功夫达不到四禅的标准，都在欲界天。啊，所以欲界最高的是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啊，化乐天就很自在了。他所一切的这个受用全是变化所作，真的像我们人所说的心想事成，他想什么就现什么，啊，不需要执着，像变魔术一样，啊，要什么有什么，啊，他化自在天，定功更深，福报更大，他一切受用，不需要自己去变化。第五天，化落天，变化之后供养他，所以叫他化自在天。那个他就是第五天，啊，就是化落天，化落天变化供养他，所以他最自在了。啊，动个念头，他所需求的东西就在他面前。梵王，大梵天王之一称，梵天总指色界诸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初禅、二禅、三禅。每一禅都有三层天、九层天。第四禅很特殊，啊，第四禅有九层天。除了正常的这三个天之外，啊，它有一个这个无不还天。那是小乘，三国圣人居住修行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修成功了，证阿罗汉果，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这是根性立的，根性不立的，按部就班的，他还要升到四空天。啊，四空天有四层，啊，时间比较长，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四禅还有个特别天叫无想天。啊，哪些人修往生？无想定。啊，他修禅定，什么念头都没有，所有一切念头统统往下。叫无想天，
无想天还不如禅定，禅定里头有定有慧，他这里有定没有慧。那这种天寿命很长，寿命到的时候，上面他上不上去，多半都堕落在下面，爬得高啊，摔得重啊，他堕落到哪一道？堕落到地狱道。啊，为什么会堕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境界，他回报身教，回报佛法，说佛菩萨骗我。你看，我们修禅定，修到最高的禅定的，啊，应该是证阿罗汉果，入般涅盘。啊，怎么为什么我们寿命到了，什么都得不到，还要往下堕落？啊，这个念头一生。叫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啊，无想天堕无间地狱啊，就这么回事情。这种因果我们都要清楚要明白。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大段，多生成就啊，第一小段上供，上面供养诸佛，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所不能尽。布施供养是因的，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啊，啊，有财富不晓得布施，福报从哪里来的？财物从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从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从无为布施来的。我初学佛，那时候还在军中服务，每个星期天到张家大师那里去，他老人家教我修三种布施。那为什么命里头没有财富？干什么事情都赚不到钱，别人做生意赚钱，你做生意舍本，你命里没有财啊，所以叫我修财布施。那个时候军队待遇很微薄啊，那我们地位很低，哪里有钱布施？老师说一毛也没有，一毛可以，一块也没有，一块也行。大师告诉我，永远要有布施的心啊，缘遇到了随分随力都是圆满。你只有两块钱，两块钱通通布施了，是圆满功德啊，只要有诚意，有爱心，有恭敬心，修福报啊，啊，我们很听话，就真干了，啊，确实，你看这么多年，越施越多，自己不敢想象。
啊，越多越是。所以财物叫通货，通像水流通啊，有进有出啊，有进没出会犯水灾啊，会泛滥的 啊，一定要有出有进啊，出得多进的就多，出得少进的就少。一定的道理啊，法布施像现在的这些典籍书籍啊，不能有版权的，有版权是生意买卖，你有价钱的，没有版权是无价之宝啊。为什么呢？利益众生，能叫众生得利益，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翻译的越多越好，越多的功德越大，果报是智慧啊。所以我是应该是还没有学佛之前，我看书就习惯了，第一翻开什么版权页，上面写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书我就不要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心量太小，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不看了。啊，有德行、有智慧、有文化的人，他的法布施是救世啊，越多越好啊！啊，我就在台湾受两个老师的恩德，我们一生不会忘记。啊，头一个是方东梅先生，第二个是张家大师。啊，教我。学生就一个不是很多，就是一个，一个也教啊，不是说一个不教啊，你真想学他就真想教啊。啊，劝我出家张家大师啊，后头还有一句话，学释迦牟尼佛啊，要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读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本书当时台湾市面上没得卖，大藏经里的有，到山到寺啊去借山借经，那个不能拿出来的，大藏经不可以出门的，在里面抄，好在这两样东西分量不多啊，读完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是个老师，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本人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我给他是这样说法的啊，为什么他教教学不收学费，不要钱呢？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一个也教啊，人多也教少也教，一个也教啊，这是什么慈悲爱心，没有条件，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信什么宗教你跟他学，他都教你，
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啊，随着三种布施，这三种增长，财用增长，聪明智慧增长，健康长寿增长。啊，无为布施，我们从素食开始。我学佛六个月就吃素食，知道这个好处。啊，我没有求长寿，寿延长了。年轻的时候，看相算命的，给我算的寿命，都超不过45岁。啊，现在差不多是延长一倍了，延长了45年。啊，所以这一桩事情交给了阿弥陀佛，自己不再去想这个问题。阿弥陀佛做主，啊，需要我在世间表发行，我能够忍耐，我能够受得了。啊，给修行同学做个好榜样啊！啊，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以上表菩萨以善根力，感得深深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啊！啊，乃至何为人王？何为天地？上弘下化，能满所愿。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造福，都是为救济苦难众生。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间，这个代表佛。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桩事情。苦乐从哪里来的？迷了事实真相就苦，为什么？迷了之后啊，你想错了，你看错了，你说错了，你做错了，所感得的那是苦啊，不是乐啊。乐从哪里来的？我明白了啊，明白的是你想对了，你也说对了，你也做对了，一切是善，没有恶，福报就现前了，啊，智慧就现前了，啊，佛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佛用的这些教学的理论依据是破迷开悟，怎样能达到离苦得乐？要破迷开悟，用什么做手段？用教育，教学为先。他真做成功了，
他的目的达到了，经典流传到中国，意义重大。佛陀的法运12000年，如果佛经不流传到中国来，佛经没有办法流到12000年的啊，大概2000年就灭亡了。啊，为什么？梵文是拼音文字，跟现在英语一样，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汤恩比告诉我们，大概寿命是200年。200年就说话音声变了，那个字就不认识了，不懂什么意思了，所以必须要那个时代的人再把它用当现代这个言语重新把它写一遍啊，再传200年，麻烦了啊，2000年就得14次翻译啊，你看多苦啊！啊，用中国这个表意的文字文言文写出来，就能传1000年万世，不变味也。中国文字这么好啊，我们家里有这个宝啊，也不能吝惜，希望供养全世界的人啊，让全世界人都学汉字文言文，把他们族群，把他们国家的宝贝，好的这些文化作品通通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出来啊，这往下传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佛法当年传的时候四面八方了，世尊的弟子，世尊灭度之后都去传了，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个生根着住开花结果，其他传的地方有些真的200-300年没有了，400-500年没有了，600-700年没有了。啊，传到西藏这一支，唐朝时候传过去的，不是很早。啊，那么西藏文是从梵文演变过来的，也是拼音文字啊，好在西藏高原很保守，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学这个文字，如果一开放啊，交通在一方面，到底人一多了，大概藏文的时候就保不住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很着急。当年赵普老在世的时候，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希望把藏文里头中文大藏经还没有的那一部分不多，赶快翻成汉文，最好用文言文写啊，这样才能够传至久远啊，我估计再过50年，西藏文没人认识了。啊，这是中国的文字学，对全世界做出最伟大的贡献。
啊，把这个东西交给外国人，真的是把中国宝贝赠送给他了。他慢慢会知道啊。啊，这是真正的宝藏啊。其余都是有生灭性的。这个也有生灭，但是时间长了，地球不会毁灭，文化就不会毁灭。啊，所以这种发明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真是智慧。啊，真是的福德。啊，那么这些人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是上红下华，出家弟子在家弟子能满所愿，这是佛的好学生，教化众生，在家里面要教一家人呢。从前大家庭，啊，家里上上下下几百人，啊，家长也常常离请法师居士来家里讲经。这个缘起是宫廷，皇上带头。啊，离前高僧大德，宫廷里边讲解，啊，更宜善根立故，大愿立故，常得之福。啊，他们这些人常常遇到福。这个缘属什么？缘是感应的，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啊，对佛的供养，最重要的法供养，怎么供养？依教奉行，就是对佛的供养。佛唯一希望的是希望我们一教奉行，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这个供养是真供养。啊，发这种心，每一天读诵经典，称念佛号。啊，遇到有缘，都能成熟，帮助众生救苦救难。啊，所作功德无量无边，说不能尽。我们要知道啊，怎样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底下一段下话。这里就有三段。妙相普熏。妙相从哪里？从心得，心得感化别人呢？啊，我们看经文，身口常出无量妙想，又如
湛坛，又不落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啊，这一段我们看念老注解，大师广修不可思议普贤大士之德，故其甚感也不可思议。甚是殊胜，殊胜的感应不可思议。那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十大愿望，管用啊！十大愿望是离经诸佛，对于任何人真诚离经，明明知道他骗我，我对他还是礼敬，还是真诚，永远不衰不退。他这一生没有觉悟到，他来生会觉悟到。啊，帮助众生回头是一件难事，有时候要很长时间，要有耐心呐、啊，不能三次五次十次八次没效算了，就把它丢掉了，全功尽弃。那为什么要有耐心？因为人心本善，他会回头。啊，为什么他现在不回头？他迷得太深，习气太重，需要长时间啊，需要慢慢感化它。啊，我们真的是感化不了啊。介绍他到潮州谢总那里受一个星期训练，他就被感化了。那一边是个野路，像炼金的地方，到那个地方一锻炼，渣子淘汰掉了，黄金就出来了。那所以要有耐心，人一定要承认肯定他，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圣贤啊，为什么搞得这样？没有学啊，过失在没有人教他，他没有学到。啊，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是中国老祖宗教化天下人，教化后代，教学的理念跟方法。首先第一句跟佛讲的一样，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华严经上说的。啊，真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在人之初的你看到本性本善啊，你能看到，你才会相信啊。可是心相近心相远啊，论到心都一样，
个个都是佛。啊，要看习惯的人，那就不一样。每个人不相同。啊，跟自己的本性相去就有距离了。有人距离得很远。不相信自己是善人，无恶不作。啊，他也知道作恶是错误的，他就是转不过来，还是在拼命做。啊，所以教育起作用了。人是教得好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证明，许许多多这宗教的创始人，通通都是社会教育家，他们懂得教育，他们的教育都成功。啊，所以留下这个宗教，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对了，没看错啊。教之道，贵以专，这就是教学，教学的道理。怎么教法？贵以专啊，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学三样不可以。啊，主修的课程决定是一样。啊，旁边的，那比如写字、画画，啊，弹琴，啊，这一些呢，甚至于这个武术，啊，都可以。那是副课，副课没有关系，陶冶性情。锻炼身体，主课决定是一门啊，决定不能两门。转了 啊，他专心在一样，他会得三昧耶。得到三昧之后，豁然大悟，他开悟了啊。中国教学确确实实是以开悟为目的。啊，就是方法上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在自见，不是老师教你，是你开悟了，你把你的悟处向老师报告，老师给你做证明，点头，你不错，真开悟了，你就毕业了。啊，为什么老师不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开悟不了。把你的悟门堵死了啊！这个方法特别禅宗用的多啊，教下也不例外。高明的老师教学只是看着你读书读遍书啊，不跟你讲啊，等着你开悟啊！开悟之后可以跟老师讨论触类旁通，真正开悟了，没有学的科目你拿到手上也能完全通达明了，这真开悟了。如果这样东西懂，换一部经你就不懂了，你没开悟啊，那不是开悟，开悟通了，全通了。所以普贤菩萨头一个离经，第二个称赞，只称赞别人好处，绝不提别人的过失。
啊，如来所以他不用祝福，祝福从相上说的，如来从性上说的。啊，他的所作所为与性德相应，赞叹；与性德不相应，不提。像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去参访圣热婆罗门，甘露后王只有离境，没有赞叹。啊，做给我们看的，我们要学会用它来处事待人接物。啊，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不做出榜样，没有人相信。底下感叹，乃印度项目之名，我国所无，一座娱乐啊，檀香啊，现在交通方便，印度这些东西在中国市场上也能看见啊，品质不如从前的。为什么？人心不一样，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为什么不如以前？人心不一样，相信境随心转。古人人心醇厚，檀香特别香，啊，能治病。现在人心险恶，对这些事情根本就不相信，啊，所以他自自然然变质了。好在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所证明，啊，真正证明境随心转，所以他们提出一心空无，啊，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外面物质环境，啊，那外面的物质环境这些种种灾难，我们不希望看到，不希望它发生。能不能叫它不发生？答案是肯定难。美国布莱登博士，他是量子力学家，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就能让这地球上灾难，大大小小灾难统统化解了。这话真的，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佛经上有境随心转，啊，心好，山河大地都变好了；心不好，山河大地都出毛病，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了解这个佛陀教育、宗教教育，对人生确实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训，这话说的不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